如今你碍着我的事，我只希望你尽快消失。扶摇，是你吗？对不起，刚刚喝了些酒，认错人了。还不快退下！我没认错，哪怕你易容了，我一眼就能认出来，我不会认错的。 把行刺王上的贤夫人先给我押起来。周一至周五晚上10点，中天娱乐台《扶摇》。